生死了无畏惧，不愧于天地的气概，无人能及。只有这种人，才能成为大侠。这世上真的有这样的大侠吗？他是谁？他就是你爹，胡一刀。 你爹生前常说一句话：“我姓胡，只要遇到做坏事的人，必是一刀杀死。”所以名字叫做胡一刀。13年前，你爹娘带你自关外回乡祭祖，回乡的消息很快被仇家们知道了。 仇家们齐聚八通客栈，在下苗人凤，前来请教。在下田归农，前来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金面佛，已是天下第一，谈何请教？不与你比过，谈何第一？这样人皆是武林中顶尖的高手，马上就要在这小殿中展开一场巅峰对决。 公子啼哭，令你分神了。先照顾孩子吧，咱们改日再战。你爹本以为苗人凤是个光明磊落的人，于是，在你病愈后，二人约在苍山比武，一决高下。 一点。削了妙家剑，又将胡家刀法倾囊相授，以作归还。最后谁赢了？哎，你爹和你娘死在了苍山。 是苗人凤杀了我爹娘。动作要快，出手要稳。要给你爹报仇，就要勤加练习。再来。 人凤曲池，谁？小机灵鬼，刚才反应够快的呀！就他那种回马枪的花招，我小时候捉迷藏都见过了。小时候？你现在很大吗？当然，我13岁，我也算老江湖了。好，老江湖，让我看看老江湖有没有什么长进。 鸭子还让它飞了，大当家的不大，不能动手。马星空的功夫可不是吃素的。我已经飞鸽传书，谁知道大当家的收没收着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鬼鬼祟祟也没个动静。你还好意思说我呢？你怎么跟他过招啊？你还未必有资格跟我过招。哎，你这臭小子，我揍你啊！这么大人了，欺负一个小孩儿，你再这样我不客气了。现在谁欺负谁也不一定。哎，你这臭小子！哎，我是好心提醒你，你说你教他这事要让师傅知道，那能轻饶得了吗？ 你敢告诉爹，你试试。我，菲儿，过来，快去。四叔，走。爹，为何要冒雨启程呀？傻丫头，过了标期要赔银子的。我们歇了2天了，你看雨还在下。如果有人惦记咱们的飙车，他们不会在雨中守候。我们现在走，正是出其不意。快去收拾吧。你在这儿盯着，我去拖住他们。 我就跟阿姐姐比划了几下，那也不行，就会要了你的命的。你还太小，不懂得江湖的险恶。难道你忘了拿老表头酒结婚这个？上次把一个头拳人的眼睛都打瞎了。阿姐她愿意教我，我都不学，我还拖。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？我，哎呀！哎，四叔，哎，四叔，伟儿错了，伟儿错了，您别生气了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四叔的心思的。 哎，四叔！哎，哟，姑娘，对不起啊，我给你擦擦。哎，哎，干什么淫贼？小心姑奶奶，我剁了你的手！你怎么打人呢？你还骂人？我怎么就淫贼了啊？大伙儿都来看看啊！你说这姑娘打了我，还骂人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是不是故意的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是好男不跟女斗，我才让着你的。哎。 我怎么瞅着人家大哥根本就不是故意的，就是欺负人是吧？啊！小平匪，哎，你干什么呀你？我这一会儿没看着你，有这事儿了。朋友，出门在外。 不要言语轻薄。你们碰到我这脾气好的，有什么话说吧。误会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。小孩子不懂事，海涵。滚！ 在下严基，眼前这位英雄，就是百胜神拳马行空了。不敢当，浪得虚名。弟兄们，好几天没吃饭了，想请马老英雄赏口饭吃。寨主说笑了，徐峥。 拿5000两，教训。是，5000两银子，你还真把我当叫花子？这么多飙车，这银子起码有30万两，我就拿一半吧，标齐给你留着，这样咱们大家都体面。你要想拼命，我也不拦着。哼，半数。 这不像是打劫，更像是寻仇啊！难道马某人做人真这么遭人记恨吗？不知道宝寨在哪里歇马呢？打听那么多干什么？回去写书啊！弟兄们，牵马拉车！是马拉车！是。师傅，他们原来是一伙的，您看着，让我来。既然这样。 就别辛苦徒子徒孙了，你凭本事押车，我凭本事打劫，各按天命。来，就咱们俩吧。你们两个推开点，师傅小心。好跳。 拼命的打斗中，才能学到本事。这延击拳法怪异，看重慢，而且翻来覆去好像就是三招。三招是管用就对了。你看他用这三招换了马行空多少套拳法？从茶拳到地堂拳，从虎鹤双形到十八路谭家拳。 祖上不积德，想吃饭就得玩命。弟兄们，把标旗给我拔喽！是。师傅，拼死无表。是。你干嘛去？别吓我先生！四叔，这哪是东莞闲事儿？你没看见呀？啊，他们是由北而来的，连马老镖头都打不过他的，你觉得他是送死啊你？绝对不能让他们把镖旗拔了。是的。啊！ 不平，有人管。好，这就是你去投胎。平飞，娘，这是谁啊？他就是苗人凤。给我砍他！ 小兄弟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走，快走！做山贼了！苗太山，我真不饶是您。那个孩子，孩子，什么孩子？胡大侠的孩子。 天地良心，我真不知道那孩子在哪儿啊！我去了，就是给他瞧瞧病，开个方子，抓抓药什么的，别的我什么都没干啊！你为何会胡家拳？我救了那孩子的命，胡也感激我，就教了我3招，让我防身用。 您刚才也看见了，我就会那3招2式的。我要有半句假话，天打雷劈！以后永远都不许你再用胡家拳，你们也不配。再用我杀了，滚！苗大侠，请留步。今日若不是苗大侠，飞马镖局的损失自不在话下，恐怕过往客商也不敢再在我这歇脚了。您这是救了2家人啊！请移步客厅，容老身奉上一杯热茶，聊表寸心。不必了，告辞。 苗大侠，你武功盖世，可也得为马儿想一想，万一途中马儿伤重暴病，会耽误您的脚程的。若不嫌弃，可用商家宝的马。苗大侠不必多虑，老身不是送马，是寄马。多谢。 这是我们商家宝最快的。人凤，把门关上。 您怎么了？坐。你知道刚才救你的那个人是谁吗？他是谁啊？他就是苗人峰。他就是苗大侠。没想到苗大侠武功这么高强，我长大了也要做像他一样的大英雄。混蛋！他算什么英雄啊？四叔，他可是救了镖局和马姐姐，还打伤了严姬，怎么可能是坏人啊？他们那是狗咬狗，没一个好东西。就是苗人峰杀了你爹。什么？真是他？没错。想当年，就是苗人峰和严姬他们串通一起在兵器上下的毒，害死了你爹娘。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苗人峰杀了胡大侠和胡夫人，他要赶尽杀绝，咱们得赶紧跑！这怎么可能呢？哎呀，怎么不可能啊！他在刀上涂了毒，胡大侠一个没留神，胡夫人也没能逃过他的魔掌。怕什么呀？咱们赶紧跑吧！再跑来不及了，快去收东西！快！哎呀，我这快去收东西！好。必须得到刀谱，我才把它献给苗人凤，我才能保命。松手，不松手我弄死你！刀谱交给我，死也不会交给你，那你就去死吧！这10几年来，我待你以性爱命，改命平非，不让你在人前显露武功，就是为了让你有朝一日找回胡家刀谱，练好武功，好去报仇。少郎夫人，我已拜托同行的朋友，先行押解镖银上路了。等我伤好之后，再赶往回纥。马老英雄，您有伤在身，我已经让人打扫了厢房，就在庄子里休养一段日子吧。唉，练了一辈子的拳，竟然打不过无名的山贼，真的没脸再走镖了。这样也好。等过段时间，我就回去养老了。事情发生在庄子里，老身也深感不安呐。不，这事儿与夫人无关，我会折成银两，不能让夫人破费。千万别这样，马老英雄能盘桓数日，我那个儿子求之不得啊！我儿子好武，若是能得马老英雄不吝点拨指教，那才是我们娘俩的福气啊！马某学艺不精，让夫人见笑了。哪里，正儿，来，快来见过马老前辈。见过马老英雄，晚辈商宝镇给您请安。好嘞，客气。师傅，我们何时能走？夫人盛情难却，我们就多待几天吧。好，来，快见过老夫人、少庄主。见过老夫人、少庄主。师傅，不如我扶您回去休息吧。好，那夫人先告辞了。请。娘，扶您回去休息。 这谁啊？请问毒手药王伊琛先生是住在这儿吗？你是谁啊？苗人凤，请代为禀报一声。哎，大遍天下无敌手党，今灭我苗人凤。 师傅嫁给师妹疗伤，谁来也不见。就是。苗兄，胡兄，这位是我请的郎中，把这个炖了。 我向来与清廷势不两立，这些年官府一直在缉拿我，却找不到我，然后他们就杀了我的哥嫂，商建明。身为一个武林人士，却为虎作伥，我定会杀了他。 张建明的人头，用你苗家剑法杀的，也算你亲自报仇了。哎，请，马老英雄辛苦了。 要不等您伤势好些，再调教犬子不迟。马某是有恩必报，城门贵庄多番照顾，岂有不精心之理呢？所谓曲不离口，拳不离手，我耽搁些不打紧，可不能耽搁后辈们的前途啊！犬子愚钝，就拜托马老英雄了。怎么样？再来！看令公子的身法气度，颇有名家风范呢。啊，马老英雄说笑了，哪来的名家风范？啊，刚才令公子那一招，应该是从八卦门的掌法中演变过来的，没有名师指点，难以如此。啊， 他那是东施效颦而已。啊，还好，还好。娘，您找我。你今天露了自家功夫了吧？我怎么跟你说的？忘了吧？不可能。哼，别忘了，他是百胜拳王，精通百家拳法。功夫可能没有名号那么好，可他眼里绝不如沙子。只不过加了些八卦掌的身法。哼，可他还是警觉了。啊，看出来了。 那怎么办啊？也无所谓，有些事情早晚也得挑明。我看你也是这么想的，对吧？是啊，娘，冤家宜解不宜结嘛。而且我觉得跟马家过去那些事儿也不至于。好了，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？我看你连你爹是怎么死的你都忘了。孩儿不敢。跪下。 孩儿知错了，怎么说，马家也是仇人，我不能忘了复仇。真知错了？真知错了，孩儿不孝。爹爹，您看。 一时半会儿讲不完，快走！娘，信到了。 都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苦心人，天不负，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。娘，单靠咱娘俩，这事儿能成吗？放心吧，上次让你送出去的信，就是请帮手来。有了这封回函，娘就踏实了。给你爹跪下。 苍天有眼，马行空让我留下了，苗人凤也马上就要来了。世界。